很想去联络，忍住不联络，其实也还会难过。那句是真的，分不太清了，伤人的话说过太多太多，心坑没愈合，却不怎么痛了，撕开太多好像就真的不会好了，来回拉扯着也不是想要的，每个回合反复着，最后什么都没了。你什么都明白，可你走不出来，还有什么期待？期待谁占满把谁什么不明白。